现在狗狗身上有跳蚤，那我们一定要做好平常的预防习惯，因为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。那你每个月的话，去给狗狗做正常的体内外驱虫，那它的身上就不会有跳蚤了。小贴士：夏天狗狗身上容易有跳蚤，成年犬可以通过洗药浴或者驱虫药来去除跳蚤。如果狗狗身上有跳蚤，家里也要清理和消毒。